么吃啊？这你都吃不来，跟苹果一样，直接拿着啃。哦，原来这样啊！哎，这个纸不能吃啊，吃了要穿稀的。你当我傻吗？还有吃纸啊？滚！华生，这里不好吃啊，那个。好苦啊！苦就对了，你看药苦不苦？茶苦不苦？哪个便宜啊？确实，这玩意也不便宜。明月哥，哦，我就不吃了，最近口腔溃疡。嗯，你看这么大只牙，我能骗你吗？那我就只能独享了。你别说，这盒还真大。哎，不是，牛是王。嘿嘿，这才是精华。嗯，爽。朋友第一天来家吃饭。啊，兄弟，这么多菜，会不会是在过分了？随便吃啊，你还能把我吃穷？啊、咋样，不够在家？嗯。第30天。嗯，兄弟，你吃完这顿就走吧，家里能卖的都卖完了，你放过我吧。哎，这顿将就了，以后东山再起了记得叫我啊。吃东西实得很人。你们觉得哪种更狠？月入3000吃鸭子，老板到两只整只的鸭子。我现在一个月工资3200，鸭子都是点整只的，两只哦，你敢想？哇，这也太有钱了吧！吃，当着老板的面吃干净。年轻人，有钱是真好。月入1000吃鸭子，管家请吃鸭子了。好的，老爷。这是鸭子身上味道最浓郁的部分，鸭翘翘。嗯，味道确实很浓郁。吃饭时的可怕时刻。妈回来了，哎，回来了，快坐下吃饭，多吃点鱼，鱼吃多了聪明，学习好。啊，谢谢妈妈。嗯，哎，吃饭还背着书包干什么？给我。哎，书包这么重，里面什么东西啊？竟然只考了6分。妈，碗洗了，桌子也擦了，一会儿你看我是扫地还是擦玻璃呢？我还没吃呢。让我穿越到各个年代，古代。啊！我穿越到古代竟然只能耕地，太不爽了吧！还不干，我不想吃饭了。开饭了。辛辛苦苦干了一年，就一碗米饭。90年代。哎，这是现在穿越到90年代，这才是我想要的黄金时代啊！这个年代就得做生意，我就从小卖部开始了。哇，这开了个小卖部啊，好多东西啊！老板，这个都给我来点，这干脆面好吃，给我来10包。好，这也太好卖了，又改进点货了，这样赚钱也太爽了。不愧我们鲁国富的小日子，早就熟悉90年代进货买的流程。等等，我继续去浏览器搜索鲁国富的小日子，找李国富学习经商之道，把我的小卖部扩大经营，发展5天录像清等产业，马上就走上人生巅峰了。嘿嘿嘿嘿，现在我已经完成了成功的第一步，加油，我的天！各地冬奥回国吃饭，韩国。哎呦，出去那么久，肯定想念家乡的泡菜和拉面了。外面根本吃不惯熟，还是家乡的拉面最好吃，思密达。多吃点熟，我再去给你拿点小葱泡菜，思密达。嗯，还是这个油泡面好吃，思密达。100，李爽，嘿，欢迎回国，这是你最爱的非常刺身。Yes。对了，太久没吃家乡美食，我会狼吞虎咽，吃相不好，请回避。嘿 ，bug， 我以前怎么会吃这种东西？哇塞，非常还是要炒起来最香。谁说你掌握了给你酱油？各地1000块吃饭，第一种。老板，来1000块钱的泡菜思密达。哎，一点礼貌都没有。等好吃思密达。第二种，维特，给我来一份骆驼肉，再把我的小猫咪拿去喂了。野生的2只小猪仔，请用餐。哇哦。How much？ 800块，真便宜。还有200给你当小费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吗？有钱人吃还行。管家，3个月伙食费800万，为什么我越吃越瘦？老爷，说明伙食费还少了点，建议本月提升到1600万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不能亏待自己。今晚吃什么？今晚给您准备了宇宙中的特色美食，海王星的海星王。还真没吃过，端上来尝尝。哎，这样的海星确实没见过啊。老爷，壳薄肉大，入口即化。
味道确实跟地球上的不一样，有点酸，因为里面含有再配利药素，有点酸是正常的。哦，很厉害的样子啊！多少钱？不贵，15一个，但是运费30万。没钱银吃鱼。哎，这么辛苦，一天才赚80块钱。小林，好好干，晚上请你吃鱼。啊，谢谢工头。辛苦是辛苦，但是工头对我真好啊。好，快吃快吃，单位已经买过了。好好好。工头你也吃啊。我就不吃了，一会儿还有个局都归你了。你对我真好。有钱银吃鱼。老爷，那条酸菜鱼我用60万拍下了。这么贵，回收回去尝一下。老爷，这条鱼采用基因嫁接技术，将酸菜鱼融为一体，非常难得。难怪要60万。够酸。吃饭时让人难受的行为。我喝了点汤里了。哦，没关系。可以洗。兄弟，你油快滴身上了。没关系。可以洗。兄弟，你手不擦一下，手机上全是油。没关系。可以洗。没钱人的高端水果。兄弟，我今天买了点高端水果。高端水果，那我今天过上有钱人的生活啦。就是这个。哇，那有钱人的水果咋的就是不一样哈。哇，这有股奇怪的味道，而且好油腻啊。就说你三姑四伯来细扛，这玩意儿要蘸酱球吃啊。哇，这有钱人的口味真怪。有钱人的高端水果。30万就买了个50勾的车厘子，你当我的钱是大风刮来的吗？老爷，你不知道这50勾的车厘子有多珍贵。有多珍贵啊？当时拍卖的时候，我喉咙都喊破了，总算在几个迪拜王子的手上抢到了它。端上来尝一下，这50勾看着确实大。这味道，一定是个番茄炸掉的吧？老爷，你可真聪明。哼，还用你说？以前的100块。太惨了，娘亲这个月就给了100两银子当生活费，根本就不花，只能少去踢2次曲了。小二，来只烧鸡，再上壶酒。来喽。小二自己扣一块。现在的100块。这个月生活费总算到了。老板，来2瓶老干妈。来喽。等一下找你70。70块钱。可以买140个馒头，一天能吃5个。差距咋这么大呢？小时候吃方便面，鬼鬼祟祟，开始行动。嘴馋，垃圾卡。给我来一口。想吃啊，自己去买。我帮你写作业，给我来一口就行，一小口。你说的，伸手。得逞了。嘿嘿嘿嘿。长大后吃方便面。我这2次砖30块钱，干不干？走，老板干。走。为啥小时候吃方便面这么牛？南北方的奇怪差异。好久没吃粽子了。你北方粽子啥都没有，有啥时候买？看我这个。有肉有蛋，这才香嘛。咸的有什么好吃？你那么喜欢吃咸的，我这还有碗咸豆花。不，豆花我们都吃甜的，只有甜的豆花才正宗。甜豆腐老配咸粽子太绝了，一看就不好吃。我看你们就想跟我们对着干。没钱赢吃腿。今天干活赚了80，老板来2个15的大猪腿。开吃开吃。哇，真得劲儿。有钱赢吃腿。管家，这个撒哈拉沙漠鸡30万一只，为什么？老爷别急，我这就让厨房给您安排。杀！老爷，撒哈拉沙漠一年只产2只鸡，一只鸡只有一条腿，异常珍贵。那就尝尝吧。口感香，而且居然还有馅儿，有意思。老爷，2只一共60万。各地人的坐骑。哎，听说你们四川是不是人均1匹熊猫啊？
是啊，年满十八岁考个熊猫驾照就可以去熊猫基地领了，一种五任选。哇，好羡慕啊！不像我们那儿只有扫共享僵尸，运气不好还少一只比臭豆腐还臭的。哇，你们那有点辛苦。你们那算啥？啊、我们那三岁就要骑黄冈密卷，一直骑到十八岁，你都不知道有多苦。你们那都骑啥？没钱赢吃海参。你也是工资啊，整整2300多，晚上不吃个好的啊？那必须的，你买海参，我买米饭，晚上来个海参捞饭。哇哦，快吃啊！嗯，有人吃也就那么回事嘛。有钱赢吃海参。嗯，管家，欧布明天约了我踢足球，他体力跟不上了。老爷，我马上给你准备一根新鲜辽参。嗯，这么快，坐私人飞机来回都要2个小时，你2分钟就端上来了，肯定不新鲜。老爷误会啊，虽然已经买了一周，但是我放在这个美的微晶冰箱里。美的微晶冰箱搭载一周鲜保鲜技术，肉类海鲜不用解冻，随切随取，放7天也能保持鲜切口感。还是你有眼光，快处理吧。好的，老爷。嗯，果然只有新鲜的海参才是这个味道。不错，这里土豪吃泡面，广东天天忙着收拾，饭都来不及吃，又只能吃泡面。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？西藏，哎，老乡，你也吃泡面啊？好丰盛哦，不像我们只能加点草草。靓仔，我还羡慕你嘞，我每天累得要死，不像你，每天放点牛就 OK 啦。没有那么容易，我家10几万头牛，每天从早输到晚，根本输不完。不然跟你换，换就换。你们觉得谁赚了？帮你吃饭遇上小强，古代小二，好酒好菜给俺上一桌。好嘞，副官。上小二，你们这是不是不想干了？这么大只蟑螂，客官对不起啊！看今天是要见血了，使不得啊！客官，我这陪您5两碎银子，外加银以后永久免单，这才大不多。现代这家店看着挺不错啊，干净亮堂。老板，来几个下饭的菜，色香味俱全了。嗯，喂，老板，你们饭上怎么有蟑螂啊？客官，对不起，我先看一下。炸！哎呦我的妈！哪有蟑螂？你不要瞎说。以前的10块钱，老妈给我的10块，真耐花，能买这么多。啊！真是太幸福了。现在的10块钱，哎，现在10块钱只能买瓶水，买个面包，太贵了。我太难了。嗯，还是以前好啊。这是为什么呢？帮你找人借钱。来来来来，快坐快坐坐，今天特意请你吃呀，看这还不错啊。哎，底下炸，我有点紧，可不可以借我5百？下次就还你。看你那么有诚意的份上，来，哎，啥都不吃了，你啊，这就叫大牌。帮你找人还钱。哎，快坐快坐快坐，啥事啊？请我吃饭？就是去年那点500块钱，你就还我400。300就行了，光吃菜多干吧，再来个喝的我还能考虑一下。老板，上瓶好酒。哎呦我的妈。啊，拿去吧，总算要回来。老板多少钱？3000吧。各地早餐的差距，某东早茶怎么点呢？你自己看啊，这儿小点、中点、顶点。嗯，来个顶点。好嘞。啊，看得不错啊。哇、啊！老板多少钱？120吧。这么贵？没错。老板，来个2点牛肉面，加份烧子。啊！早上来一碗，精神一整天。哇！老板多少钱？面8块，烧子4块，一共12。刷卡。没钱赢吃海鲜。这块真大。炸！等一下，你把这块扔给我。凭什么？晚上我请你吃带壳的海鲜。一言为定、啊、这花甲也叫带壳的海鲜，快吃快吃、啊、比海的还便宜。有钱赢吃海鲜。嗯，老爷，您10斤重的白金花甲进入了烹饪流程。嗯，哇哦，老爷好了，真香。嗯，不错，听说你花了20万买的。没钱赢吃海胆。大哥、嗯、你看我搞了个啥宝贝，这刺猬怎么只剩壳了？这是海胆，高端海鲜，晚上吃这个。哇哇，这高端海鲜就是香啊。嗯，大
好惹你哪个？嘿嘿，不能告诉你。啊、有钱人吃海胆。我明天约了戴拿打棒球，晚上准备两只母海胆补一下。好的，老爷。老爷，请享用。杀！不是每一只海胆都有汁水的，来之不易啊！哎呦我的妈！啊，过瘾！没钱人吃鲨鱼。哎，这临时工太累了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走，请你吃饭。嗯，这不是你风格啊！杀！这鲨鱼我只在电视上见过，你发达了。嗯。哇，有钱人吃鲨鱼。你现在立刻派人去海南弄一条鲨鱼回来吃了。好的，老爷。老爷，您的鲨鱼好。嗯，这啥？老爷，这全是海南本地的鲨，绝对没有一颗外地的，您不满意吗？哎呦我的妈，满意。没钱人吃螺蛳粉。外面一碗面才8块，这种袋装的竟然有20。嗯，我看看好不好吃。你这东西怎么这么臭啊？肯定我吃了。嗯。啊！哎呀，泡了20分钟，怎么还这么硬啊？上当了，上当了！有钱人吃螺蛳粉，让厨房做过螺蛳粉2个小时了，还没做好。老爷，食材都是从柳州特意空运过来的，要点时间。老爷，螺蛳粉好了。这是做了2个小时的螺蛳粉啊！厨房说每颗螺蛳都是广西现磨空运回来的，新鲜着呢。各地50块钱的消费力，第一种。有戏，还有50块钱。嗯、老板，给我来个大大的棒棒糖。嗯，墨迹。第二种还剩50块 ，waiter， please 给我一份牛排。哇哦 ，nice， how much？ 40块。OK， 剩下4块给你一张消费。你们知道这是哪吗？没钱人吃火腿。别干了，别干了，搞了个火腿，晚上有着落了。嗯，这个火腿哪给我吃嘛？杀！这么大。这个得劲吧、啊、有钱人吃火腿。老爷，您的电话。好，福布斯排行又上升了一名，把我珍藏了20年的利比亚火腿做了、啊、你什么时候换的 iPhone 13？ 是不是贪了伙食费？老爷误会啊，这是我刚才转转上买的2手手机，才3000多。哦，看起来和新的一样。是啊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转转上买手机，就这一台比专卖店便宜2000多呢。就你最精明。老爷，火腿来了。我记得以前有这么大。老爷，20年了，缩水很正常，浓缩还是精华。有点道理。哎呦我的妈。嗯，不错，还是很嫩。一分不赚回家过年。还没做饭，都几点了？钱没赚到就知道吃。这大过年的不整点海参鲍鱼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给我500喝酒去，赚了大钱回家过年。喂，我让部长说都没准备什么菜。我就喜欢吃这些蔬菜，山珍海味我都吃腻了。喜欢吃就好。对了，爸，我给你买了个手机，你就别用老年机了，以后还能视频聊天。这得不少钱吧？不贵，这是我在转转上买的2手手机。是骗我？看着跟新的一样。没有，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转转上买手机，这台比专卖店便宜2000多呢。那真划算，你快吃。爸，我吃完了，我去先这里啊。吃火锅不带围兜。哇，兄弟你真牛批，吃火锅不带围兜就算了、嗯、还敢弄白衣服。小心点就行了，围兜那玩意儿根本没用。哎呀，师傅啊。哎呦我的妈，带围兜。哟，这回学聪明了。哎，你不知道这衣服有多难洗，这次可以放肆的吃了。哎，干干净净，我就说围兜没啥用嘛。杀！过年跟长辈吃饭。来来，停停停，晚上别别说，我不会喝酒。啊、年轻人怎么能不会喝酒呢？坐下。你别笑、啊。嗯，还拉了说喝不了，喝不了。过年跟朋友吃饭，喝酒这一块我就没服过任何人。哎，干杯！杀！爽，兄弟海量啊！老板，再来20箱，咱俩一人10箱，小意思吧。过年回家得尴尬瞬间，饺子好了。哟，还写作业呢？有啥不会的，哥教你。你真有不会的，哥你看一下。作业写多了对学习不好，哥白金一，带你打游戏。哦，那我们可能不能一起排哦。王者25颗星。大过年的玩什么游戏嘛？哥给你20块钱去买鞭炮玩。20块钱？你能2块我这个金砖吗？
俺北方过小年，小年夜就要吃饺子。这北方人怎么天天吃饺子啊？不腻吗？什么天天吃饺子啊？今天小年夜就要吃饺子了。小年夜明明是吃汤圆，好吧？而且今天是腊月二十三，明天才是小年夜。你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？腊月二十三小年夜，全国人民都知道，我从小过到大。不可能，难道我这十几年过错了？大城市的一百块。哎，还有一百块。服务员，来个青龙天空果。嗯，哇，就这么点啊？哎，根本没吃饱啊！服务员，多少钱？先生，一共188。拿信用卡吧。小城市的一百块，就剩一百块了。哎，老板，这58的排骨给我来一份。来了，看着不错啊。还有这么多。老板打包，没钱人吃菌了。我跟你说，隔壁村那个寡妇啊，搞个蘑菇炒肉，再来点主食，多放点盐啊。嗯，真的是，吃吃吃，这家味道重。嗯，快吃快吃，还有活没干完啊。有钱人吃菌了。管家，上周订了一份冬虫夏草，我怎么还没有吃到啊？老爷，这就给您安排。炖个鸽子吧，鸡吃腻了。哇哦！你别跟我说这个就是虫草。老爷，虫草全名叫冬虫夏草，冬天是虫，夏天是草，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时候它还是虫，谁知一煮就变成了草。哦，原来如此。嗯，味道不咋地，但是营养好啊。以前的有钱人吃饭老规矩。哇哦，我好香啊，啥时候才能吃上肉啊？别看了，好好拉你的黄包车，争取过年能吃一顿。现在的有钱人吃饭。Waiter， 来一份炒时蔬。姑爹，你这么有钱，咋不买块肉吃嘛？来，我请你吃一块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喜欢吃青菜。你那玩意儿，我们农村都是喂猪的。嗯，还是这青菜最好吃，健康。这是为什么呢？生活中的各种惊喜。老板，来份麦乐鸡。好的，您的麦乐鸡。没错，我就是麦乐鸡侠，祝你用餐愉快。师傅到了。我知道。嗯，师傅都开锅了。您放心，我知道，这都超了1公里了。没错，请叫我出租车侠，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。各地一官身价吃饭，中午上菜吧。这奶油松露蘑菇汤应该用白松露，为什么我吃到的是黑松露？对不起老爷，白松露用完了。失职，明天不用来了。金巴布，老板，这是一亿，有什么好菜都给我赶紧上。来了，尊贵的客人。哇哦，要份出去要。什么人嘛，一亿不值钱。南方人吃海鲜。哇，真鲜，白水煮一下就可以了。嗯。哇，这也太鲜了。哇，大海的味道真美妙。北方人吃海鲜，这海鲜太腥了，多加点调料。快吃快吃。哇，怎么样，不错吧？就是怎么跟昨天的包炒非常一个味儿啊。你懂个球。南方人吃鱼。老板，切厚一点啊，厚一点才好吃。嗯，打点灵魂酱汁啊。哇，神仙。北方人吃鱼。哎呀妈呀，这铁锅炖鱼也太是那个了。哎呦我的妈。真得劲。没钱人吃烤肉。辛苦了一年，竟然只存了300块钱。啥？别想那么多，吃顿烤肉喝点酒，啥饭料都没了。老板上菜，来喝。来干杯。真小丑。有钱人吃烤肉。咱家那只长不大的小香猪听说已经600多斤了。是的老爷，正好要过年了，今晚就吃它。张嘴老爷啊。喂，这小香猪非常不错。一点都不腻。中国人只剩10块。9块10块，哎，就剩10块钱了。老板，那个最便宜的蔬菜，一点肉末心智都没有。哎，啥时候才能吃上肉啊？俄罗斯人只剩10块。哎，只剩10块钱了。老板，给我来一个最便宜的肉套餐。掰下来。哇哦！
哎，好像是点心菜啊。敌方营的蘸料，哎，这么冷天最适合吃涮羊肉了。叮叮叮，打个蘸料，一勺花生酱，一勺芝麻酱，一勺芝麻酱，一块腐乳。嗯，太爽了！南方人的蘸料，一天不吃火锅，瞌睡都睡不着。再调个喜欢的蘸料：蒜末、香菜、芹菜、小米辣、折耳根、葱花、香油。啊！这个蘸料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没钱人吃牛肉。嗯，咱俩一个月赚3000都花都花不完，又没女朋友。晚上你去买点牛肉，我买香菜，我们吃红烧牛肉。好好好，哇，太香了！明天你再去买点羊肉。好好好，有钱人吃牛肉。上周订的神户牛肉应该到了吧？到了，老爷，楼上风大，给您加件衣服。老爷，您买的 A15 级和牛品质真好，不愧是5000一克的顶级和牛。嗯，入口即化 ，perfect。没钱人吃牛网。哇，抓到了，抓到了！你看，我就说这有吧。我们多抓点，又不要钱。晚上有漏子喽！哇哦！嗯，好吃吧？有钱人吃牛网。上次在非洲吃的那只牛蛙很好吃，你去空运点回来。老爷，您越来越会吃了，但是工序有点复杂，请您稍等。嗯，老爷。您的牛蛙，你别笑。牛蛙身上最有嚼劲的就是这根舌头。北方人吃饭，兄弟远道而来，昨天给你吃个好的。老板，两个人三个小份的猪蹄。两个人就一个菜，还小份的，真可恶，咋知道不大？这么大，大什么大？这小份，快吃。哇哎呀，太大了，干不动了，干不动了。南方人吃饭，这个的，老板全部要大份啊！兄弟，不要这么客气，吃不了这么多啊。没事，今天放开吃啊。快吃啊，别客气啊！好好好。兄弟，再添两个菜吧，没吃饱。没钱人吃腰子，加菜了，加菜了。刚才手机店门口捡了个腰子，吃饱，我去给你做啊。吃。嗯，太爽，明天再多吃两个。有钱人吃腰子，最近有点力不从心，想搞点腰子补益。老爷，马上为您准备最好的。这个是？老爷，这是千年树妖的腰子，异常珍贵，用您的莱斯劳斯才换到的。嗯，确实跟一般的腰子不一样。没钱人吃海鲜。发财了！你把这个瓶子让给我，晚上请你吃海鲜。说话说话。嗯，这就是你说的海鲜？是啊。还我瓶子！有钱人吃海鲜。今年我是不是承包了一片海域，有点想吃海鲜了？我马上给您准备海鲜。哇哦！老爷，您要的生腌海鲜。不错。杀！被杀了。老爷，您要去哪儿？厕所。快！各地人吃面，陕西。老妹儿，给我来个剩碗面。这面聊大了。不够吃，再来一碗。四川，老板，来个大碗的担担面，今天有点饿。哎呀，这个面太巴适了。哎呀，太撑了。广东，给我来个云吞面，快点，小心长你肠子哦。又有面又有云吞，太爽了。啊，还是我们云吞面最好吃啦。没钱人喝果汁。哎呀，好口渴，好想搞杯水喝。喝啥水啊？这到处都是果汁，水多贵啊！这些又不要钱。快过来，真聪明。哎呦我的妈！哇，这野生的水果水真多。有钱人喝果汁。管家，口渴了，去弄杯果汁。好的，老爷，您的果汁来了。我们不是先榨的。抱歉，老爷，我忘了。嗯。杀！老爷，您的先榨果汁，记住。规矩不能少。不错。没钱也吃鱼子酱。兄弟，怎么这么大，我还没吃过鱼子酱。那玩意儿便宜得很，别请那些有钱人下去，马上给你搞两斤。这么大一锅，这得20块钱吧？合理捞的，不要钱，吃。不过瘾啊，明天再来点。有钱也吃鱼子酱。管家，你上周是不是买了一份黑金鱼子酱？老爷，这都被您发现了，立刻给您安排。
啊，这不是水果吗？老爷您有所不知，现在上好的鱼子酱都是密封在水果之中，不但能吸收果香，更能去除腥味。哎呦我的妈！好了，老爷，现在的人可真会玩。这多少钱买的？8万多一盒，味道不错，下次别买了。没钱也吃火锅，晚上就吃这玩意儿。没钱了吗？反正都没钱，不如吃火锅。嗯，有道理。哇哦，上。有钱也吃火锅，天冷了吃个火锅应该很舒服。老爷马上替您安排。老爷，火锅已煮好并为你捞出来了。我怎么能这样吃，都没有烟火炸。老爷您要的烟火气息，明天不用来了。